Spit it out. Anyways. A man-sheet that I could only wish for. I knew I was the one who's going to get her. We chatted about who we thought we were before. We kissed and spent the bed at night together. We got a man I didn't even ask for more. I didn't fall asleep and I was. Hello， 大家好，我是陶江。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个夏天在悉尼所钟爱的裙子们，包括我身上的这一件。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两三年前买的，然后当时并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最近因为减肥成功，所以终于觉得可以套进去了。对，没错，我说的其实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这一件应该是三年前我想要到悉尼来玩，因为当时在国内正好是冬天，所以我就在淘宝上下单了。那我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讨厌网购的人，因为我很讨厌退东西。那次的网购我大概买了8条裙子，其中只有这一条是真的上身体验之后还是可以的。当时买的时候因为买码可能买错了一个码，就稍微小一点点，所以当时穿我觉得有一点点紧。而今年的话，因为我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在坚持美丽巴黎，所以这件衣服穿上去就完全没有问题。珍珠呢一直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温柔比较温润的一个材质，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搭这种宫廷风的裙子，包括它这边的细节处理，所有的线是描金线的，所以它在太阳底下看就特别的闪闪发光。它上半身就是设计非常修身的这样一个状态，而它的下半身呢又是属于比较蓬开来的那种。它还有一个手部的细节我非常喜欢，是一种带一些荷叶边的喇叭袖，但里面呢它还有一个暗袖，所以说看起来会非常的温柔，手部的线条也会被勾勒得特别的好。那么我们来试下一套吧。一家叫做果和宇宙的这个牌子，这边呢不是推广，因为我其实去年的时候我有问他们说有没有 PR， 需不需要一起合作一下呢，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近没有这个打算，就是不想要和哔哩哔哩的 UP 主合作。虽然有一丢丢的小失望，因为毕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牌子，我有很多他们家的衬衫，但是并不能阻挡我对他们的喜爱，于是我就买下了这条裙子。如果是我的老粉的话，应该会记得去年的10月份，我曾在 B 站上发了一个动态，就是说我希望我可以减肥成功，然后就买这条裙子。很多人会说对黄皮并不是友好的绿色，但是这个绿色好像看起来并不会显得我变得更黑更黄，主要是我觉得它里面这个绿色里面它的黄的成分比较的少，带点冷调在里面，带点灰调在里面，反而会显得你的皮肤的气色会更好一些。当然了，我今天也小小的有用一点点口红抹在上面，叫 Kissing Blush 6号。其实这一款是我在伦敦的时候就被安利了，然后就在当时买下来的，但因为我可能个人是驾驭不了这么红的颜色吧，所以说我现在发现它其实用在脸颊上做一点点腮红也是不错的，挺适合我这种黄皮的。吸引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颜色非常的友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好喜欢它的泡泡袖，它可以非常有效的遮挡住我胳膊这边的肉，它的下摆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梦幻少女转圈然后就可以甩开来的那种下摆，也非常的美。唯一一点点美中不足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缺点，就是我有一个喜欢把手插进口袋的习惯，然后这个裙子正好有一个口袋，以至于我总是插着口袋的时候会显得我这个人很壮。 Baby I don't feel so good. Six words you never understood. I'll never let you go. Five words you never say. 第三件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衣服是我今年买的啊，终于介绍到我今年买的衣服了，就是这一件。它是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法式的方领的这样一个领口设计。我是属于那种很容易有锁骨的人，就是吃得很胖的时候依然锁骨很明显的人。方领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凸显出你的锁骨，那么第二个优点是会显得我的个子会更高一点，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去显示你的上半身没有那么长，同时它整个下摆是相当于有一点点阔腿裤啊，糟糕，这个是一条裤子，对，其实这是一条裤子，但是我实在太喜欢它了，所以我先把它放在我的 dress collection 里面吧。其实我之前是在多伦多，然后伦敦，包括现在在悉尼，都有一个气候的特点，就是到了夏天中午会巨热，穿这样多可能就够了，但是到了早晚的时候会巨凉。那么像我身上这一件剪裁非常简单的衣服，也非常适合牛仔外套，它可以穿这种带一点点廓形的外套，里面露出黑白的花纹也会显得非常的好看也耐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像我这种皮肤的颜色穿这种牛仔
非常非常的显白，所以如果你也是黄皮的话也可以试一试。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非常短款的版型，也就不会显得你整个人又被拽下去了，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适合小个子穿的，比较心机的一种穿搭。这条裙子还有一条小心机，就是它的后面也露得非常的好看，我个人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露背的范围。我知道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大家其实对于穿着得体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但我觉得这一件的话实在不行套一件牛仔夹克什么场合都可以 hold 住。首先它满足了我的穿搭需求，然后它的整个单品也是非常有亮点的，其次也会督促我去穿一些高跟鞋，因为个人是一个不是很会穿高跟鞋的人，但是它会 push 我去尝试一些可能会让我身材比例更好的东西。 Why not?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好打理，就是你洗了之后都不需要熨，因为这种材质嘛，洗过了之后它的型就是这个型，它不会像亚麻材质稍微有点难打理。 Anyway,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件，希望你们可以 pick 它。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okay. But all you do is look the other way. I can tell you how much I wish I didn't want to stay.今年的话，如果我有一些新的场合要去参加，就是比较正式的那种，那我肯定会穿我身上这一件，它就是我今年的一个战袍。它是属于单看好像还行，但是等你越看久了越耐看的一条裙子，非常非常的包身，我很喜欢它的颈部的这个设计，但是它是属于微微的有一点领子，所以说它不会显得你的脖子太短。它的颜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带点橘棕色，从肩膀往下的话它就开始有一种包紧身体的感觉。天哪，我太喜欢这个花纹了，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迷之喜欢它的花纹。然后从袖口的这边开始变得很宽松，它的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的状态，就是它会包住你的小半只手，有一种含蓄的美在里面，就不一定是要露很多才叫好看。这条裙子是最近穿的比较多、出镜率比较高的一条裙子。之所以穿它，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穿，非常方便，谁不喜欢波点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夏天呀。之所以出镜率这么高，并不是因为它最上镜，因为我始终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一点点溜肩的原因，所以肩膀总会显得比较的壮一些，以及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的材质的原因，洗过了之后很容易皱，当然了不是那种很难以理解的皱，而是这种比较能接受的带一点点衣服本身的褶皱，在日常穿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可以接受，但是在视频里呈现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其实我并不希望它看起来那么皱。最近呢，我看了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是 Savvy 发了一个 ins, 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可以打理衣服的比较方便的方法，他就特别贴心回复了说那个牌子的喷雾可以试一试，我现在已经下了订单了，但是可能还要有好几天，要到下周才能到，如果好用的话我也会在我下一次出的爱用品里面跟大家分享。这条裙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穿，以至于我每天都想要去穿它，主要还是因为穿这条裙子的时候我真的跑得非常的快，就可以追赶得上阿萨的脚步。那关于这条裙子大家应该看了很多遍了，但还是想说一下，就是像这种深V的领比起圆领能够延长整个脖子的线条的，让你的整个上半身看起来也会非常的好看，它的腰部也会包裹得非常好。如果大家有过纽扣的裙子肯定会深有体验，就是当你吃饱了撑了的时候，肚子啊你的胃啊会胀开来，并不是说不要买有纽扣的裙子，而是说如果你今天准备出去大吃一顿的话就不要穿这样的裙子。这种比较收身的裙子可以让我能够控制住只吃三分饱，我知道很多姑娘她的自控力非常的强，她们可能只需要通过意志力就可以控制自己到底是多少了，但是我这个人是很喜欢尝试各种甜品的人，所以我就会通过一些外力，那其中一个外力就是告诉自己有一些好看的裙子你现在正穿着它，如果你再吃的话它就会变得不好看，然后也会控制自己少量多餐的进食。怎么说着说着裙子说到了怎么去减肥这方面了。